L'Arcoute.你终于来了，见到你可真好。现在就开始你传奇的旅程吧。终于见到你了，承载命运的天启者。看到你站在这儿，真是松了一口气。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没时间闲聊了，现在的局势很紧张。战场上瞬息万变，全新的输出技能至关重要。点击释放新技能，为了更好的完成天启使命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即便是再微弱的光芒，黑暗也不可能将它吞噬，除非……你看上去是个厉害的家伙，要不要切磋一下？坚定的意志是力量的源泉。生命之火永远不会熄灭。让我们来试试你刚……我是残存在你内心的女神意志，想要守护天空之门的封印，你必须找回你全盛时的力量。我会帮助你，随着你的变强，我也会产生变化，直到我恢复到完全体，也就是你找回全部力量之时。释放守护技能，给敌人迎头痛击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点击自动战，点击此处，可切换视角。点击释放守护技，在面对强大敌人的时候，他将助你一臂之力。Come on.
剑法之。这是处于我庇护下的天马，相信他能给你一些帮助。这。恭喜获得首个坐骑，现在就可以使用坐骑在天空中自由飞行了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解锁了新的位移控制技能。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。支线任务开启，有了新的支线任务，去看看吧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别傻站着，赶紧过来帮忙。你好啊。目标转换能帮你轻松锁定敌人。